我有頗多的音樂咧係比較少啲節奏感啦。我自己覺得我好多呢啲作品其實其中一個共通點咧係好似係比較 dreamy 嘅。好早期咧，其實我自己只係擺咗呢一個夢呢個字出嚟，同主辦單位講，我會圍繞住呢一個主題去做一個音樂會出嚟。但係我喺度諗緊有啲乜嘢其他嘅方式去展現呢十幾首音樂。而令到呢一個叫做專場音樂會係有一個比較完整、一個整體嘅感覺，咁我就諗緊，喂，會唔會係可以揾一個同視覺上面係有一啲好有經驗嘅人去幫我將呢啲少少嘅個體串連埋一齊，變成一個旅程咧，好似係劇場咁樣嘅感覺，好似比較 immersive 嘅一個感受俾到觀眾。咁之後再同阿約翰山人傾，變成咗而家呢個瘋人夢音樂會。因為他的音樂真的你要有想像力的，如果我們用視覺創作去形容他那種 dreamy 性，就是留白，就是留白，我們畫一張畫空曬很多沒有畫的地方，那些沒有畫不代表沒有的嘛，是不是？沒有畫是最有的地方來的嘛，那他的音樂就是很多這些想像的空間。我做任何事都要呈現他這首歌或者整體十幾首音樂他想表達的那樣東西，咁要恰到好處，又 enhance 到佢想表達嗰樣嘢，摸定淨係睇唔到嘅聲，而係多咗多樣嘢睇到嘅。譬如個舞台嘅 set 咯，唔係一個清楚嘅布像，係一個立體嘅一個 backdrop， 你唔知似一嚿雲啊，定似一個反轉嘅山，即係都係 up to interpretation 嘅。今次咧件事係好好玩啊，因為好似好知道，又好似好多嘢唔知道。你見到前面有兩種布啦，一種係床單啦，咁就係最 ideal 嘅白色嘅床單啦，因為佢哋都會有一啲 projection 喺上面，咁但係因為唔夠啦，咁然後有依種窗簾啦，咁我哋最後就用咗窗簾後面嗰個裏布去做嗰件事嘅，邊度透邊度係米色，邊度係白色，即係我覺得最大嘅 challenge 係去分配呢啲有限嘅資源咯。最後那裡是講幾百碼布，那有沒有人接收也是一個難度。 Eaton Hotel 給了他們一些舊了的床單窗簾我們，然後完了他們都願意接收回去做其他事情。我交給 Toby 的起點呢，那張 sketch 呢只有幾條弧線而已。其實我覺得最開始的時候我們談過山、啊、雲、啊、還有那些聲音的、那個那個、visualization sound wave， 所以我們其實初頭只是有些 sound wave 有些曲線，之後 Toby 才再根據那些那麼簡單的 sketch 去做了現在這個模型出來。其實這種音樂一個 full concert 是這樣又冇試過，佢個音樂對我嚟講，梗係好 meditative 啊，好平靜啊，好自在啊。咁即正正就係好 open， 俾大家係咯。呢、這個音樂會幾極致啊，就會產生得到好多感嘆號嘅又有，問號都又有嘅。其實將會